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啊，咱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一会儿啊，咱们要对比一下咱们的神经网络模型和一个 Softmax 分类器模型啊，看一看它俩的表达效果啊谁更好一些。然后呢，咱们一会儿啊要做这个事儿啊，还是蛮有难度的啊。也就是说，一会儿呢，我会构造出来这样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啊看起来比较难分。哎，咱们首先啊，先来去看一下咱们一会儿啊要使用的这个数据集啊，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呃，那么关于这个数据构造的代码，咱们就不说了啊，都是一些可视化操作。也就是说呢，咱们通过这个图来看啊。 也就是说啊，这里啊，我构造出来了三类的样本点。我们看，有这样白色的，还有蓝色的，还有红色的三类样本点。每类样本点呢，各有一百个。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数据集上，咱们现在有三百个点，要对要对啊，这三百个点做一个三分类的任务啊。但是呢，大家来想，就是说一个三分类的任务啊，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分成三个类别吗？但是啊，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现在数据的分布的这个规则啊，我们一看。 现在啊，这个数据是不是呈现出一种像是一种环状的分布规则啊？那么这种环状的分分布规则，啊，是不是说咱们现在拿这么一条线，或者说你拿那么某几条线啊，想把这个数据给它切分的开，哎，不见得说那么容易吧？你想拿一刀切开，两刀切开，甚至五六七八刀，你都不见得能把这个数据啊很好的分成三个份儿吧？那么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这个数据啊，它不是一个线性可分的。 那么，对于这种不是线性可分型数据呢，咱们先来看一看，用咱们这个 Softmax 分类器啊，咱们能不能来做这个事儿呢？嗯、呃，关于这个代码啊，其实跟咱们刚才啊讲的神经网络啊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咱们可以来简单的再给大家捣鼓一遍啊，就是说，嗯、呃、还是先初始化了一个 W 和 B，然后呢，对于这个 W 和 B 啊，咱们还是加上了这么一个正则化惩罚项，在进行循环迭代的时候啊，咱们就是先进行全向传播，WS 加 B 得到得分值吧，再对这个得分值啊进行了一个归一化的操作啊，就是说把得分值转换成一个概率值。 转换成一个概率值之后啊，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一个 loss 值了？有了 loss 值之后啊，咱们就可以来玩反向传播这个事儿了吧？也就是说，跟咱们神经网络、啊、这个求解的模型差不多，只不过说呢，咱们现在我给大家画一下吧。只不过说啊，咱们现在的模型就是一个。 wx 加 b，然后呢，在这块儿、啊、做了一个归一化的操作啊，就完事儿了。不像咱们神经网络啊，它是一个层次的结构啊，还有一些激活函数等等，它只是通过、啊、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来去求解这样一个分类任务。那么对于啊这个前向传播加反向传播，咱们求解完了之后啊，咱们是不是就得到了最好的一组模型参数了？那么咱们一会儿啊就可以拿这一组最好的模型参数，咱们来去画一下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边界。 嗯，这个代码直接跟咱们之前讲的这些神经网络啊，由于差不太多，那么这里啊，咱们就不在每一个代码再给大家细说了，咱们主要让大家就是说从一个直观的表达上去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s o u t m a x 分类器啊，对于啊这种对于这种啊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它能够表达的多好呢？咱们来看一下。好，下面、啊、我就来运行一下，咱们来看一下结果，哇，这个结果太快了。 因为咱们要门点比较少啊，所以说它一下子出来了。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里啊，我是每一百次迭代、啊、打印了一下 loss 啊，第一次是零。我们看、啊、最起最起始的 loss 啊是等于一点零九六的吧？那么第一百次呢是零点七八几？那么后面、啊、咱们看，就是说后面来说啊，是不是说这个 loss、啊、就不往下下降了？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会达到了一个趋于饱和的状态。为什么会会能达到趋于这个饱和的状态呢？咱们从这个图上来看一下。 嗯，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决策边界是什么样？咱们现在的决策边界是不是说把咱们的图像、啊、分成了这样三等份啊？啊，不是三等份分成了三份啊，每一份代表一个类别啊。咱们来看，就是说不管呢、啊、你是怎么样对这三条线、啊、进行什么样的组合，无论你是怎么样用一种线性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切分的，咱们的这个数据啊永远没办法哎让你切分的非常好。哎，就是说你线性的操作在咱们的。 这个数据集上，一个环状的数据集上，它没办法表现的太好。正是因为啊，有着这样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咱们是一个环状的数据，它是线性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这样啊，所以说它这个 loss 值啊，就是说嗯、啊，咱们看、啊、第零次的时候，哎还是比较大的，第一百次啊小了一点，第二百次不变了，后面都不变了。也就是说呢，无论你再怎么摆了这个线，它永远不会使得咱们的模型啊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一些啊基本的线性问题，嗯。 基本的一些线性分类器啊，它做到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说，线性分类器啊，一般来说啊，对于这种数据来说，它表达效果就不见得会很好了啊，这是要给大家说明的一件事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看看这个神经网络啊，它能不能够帮咱们把这个模型玩得非常好呢？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嗯，这里接着给大家画一下，就是说神经网络啊，相比于咱们这个线性模型啊，多了什么东西啊？ 一方面来说，咱们的神经网络啊，它是一个层次的结构吧。比如说，这是 L1，这是数据层，这是 L2，这是隐层，这是 L3，它是一个 output 的输出层。那么在这里啊，咱们是不是说，咱们这块只是一个 W s 加 B 啊？咱们这块有 W1，还有 W2 吧？通过多组权重参数来共同控制着咱们最终效果的一个模型吧。然后还有个什么东西啊？比较重要的，在这个 L1 层上，它只是一个层吗？ 在这个 L1 层上，是不是说我们的数据来之后啊，先经过一个全连接的操作，然后呢，再经过一个激活函数的操作啊？比如说这块有个软路函数，有个 sigmoid 函数啊，等等一些非线性的函数啊，把咱们的神经网络也加一啊、哎嗯，咱们的神经网络当中啊，也加上了一些非线性的函数吧。也就是说呢，正是通过这些非线性的函数啊，使得咱们整个神经网络啊，表达出来这样一种很强大的非线性。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啊，只是用简简单单的啊这样两两层的神经网络，再加上咱们一个激活函数，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种网络模型啊，能不能够去拟合咱们这个线性不可分的数据集呢？关于这个代码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啊，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啊，我看看在哪里呢？嗯、呃，找一找。 咱们唯一的区别啊，就是说在这呢啊，就是说咱们反向传播的时候、啊，咱们要多了一个什么？咱们多了一个软路层吧。所以说，嗯，咱们在计算的时候啊，要算一下从咱们的。 嗯、呃，从咱们的这个 L L 三层啊，到咱们这个 L 二层的时候，咱们不要忘了，它是先到软路这个层，再到这个全连接层啊。就是说，只是简简单单的多了这些东西，其他呀，跟咱们之前所讲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啊，不能说应该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咱们的 loss、啊、就是一个 data loss 加一个咱们正则化 loss，然后最后呢，咱们就通过反向传播啊，不断去求解。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运行一下，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网络它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效果。 哦，我们、嗯、你看、啊，就是说一个现在明显效果是什么？一个明显效果就是说，咱们网络迭代好像比之前慢了一些吧？嗯，也就是说，神经网络啊，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咱们传统机器学习算法要复杂的一些，所以说呢，它在迭代、啊、计算的时候会稍微慢那么一些啊。这里啊，咱们只是通过一个秒来看，哎，好像慢了两三秒。其实呢，咱们要训练一个很大的神经网络啊，咱们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代价的。 咱们先从这个 loss 来看一下，就是说咱们之前啊那个线性的什么样啊？哦，不是说线性，就咱们刚才那个分类器是什么样？咱们刚才那个分类器啊，它是不是 loss 一开始也是一点多，然后零点七几，然后一直是零点七几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对于咱们这个神经网络来说啊，它是不是 loss 值啊下降的？ 嗯，不能说是更快，它是一直在下降吧。一开始是一点零几、零点七几、零点六几、零点五几、零点四几，对吧？它是处于一个不断在下降的趋势吧。也就是说呢，咱们神经网络啊，它表达出来的效果要比咱们这个，嗯，刚才所说的那个 Softmax 啊那种分类器啊，表达出来的效果要好的一些，对吧？咱们通过这个 Loss 先能看出来。那么下面呢，咱们再通过这个模型啊来实际的看一下。那么咱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神经网络啊给咱们表达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一看啊，就是说，神经网络啊，不像咱们之前线性的，是吧？哎，很一板一眼的一条线，一条线再一条线，它是啊带着很多的曲线所组成在一起的吧？我们一看看、啊，这有很多个波浪，哎，每一个波浪呢，可能代表一个小的曲线，再把这些小的曲线、啊、总共给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完成了咱们这样一个决策边界啊。也就是说，咱们看、啊、这里。 这里我看啊，定义了一个 h 等于一百吧。定义 h 等于一百呢，就是说咱们定义了咱们中间层的神经元啊，有一百个，由这一百个小的神经元啊共同去决定你一个决策的边界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呢，咱们神经网络啊，由于咱们神经元的个数啊比较多，所以说呢，它能够呈现出来一种很强大的非线性啊，在咱们的这个啊、呃、图上也是很好的给大家体现出来了。咱们也看，把这三类点啊，基本上是分类分的很好了吧。 哎，跟相比于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分类器来说，是不是说咱们神经网络、啊、要稍微的啊？不能说稍微的，咱们神经网络要比它强大的多呀。也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啊、不光是一个层次的模型，它还能够表达出来啊，非常强大的啊这种非线性。这种非线性呢，在拟合咱们的数据的时候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帮咱们分类出来很多对这些线性分类器啊找不出来的点啊，就是说能够使得咱们准确率会很高的。 一方面使得咱们准确率高，另一方面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咱们来想一想，嗯，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是不是说对于每一个点现在来说，对于每一个点咱们都要给它考虑进进去啊？假设说啊，现在有这样一个点，来看一下吧。假设说呀，咱们现在这块有一对圈圈，这块有一对叉叉。 然后呢？假设说啊，这一块儿也有一个圈儿，哎，咱们神经网络会怎么办？咱们神经网络是不是就这么玩了？哎，认为这边是一个，这边是一个。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按常理来说啊，这个圈儿它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个叉啊？按它的一个表现规则来说。 那么也就是说呢，一旦啊咱们的训练样本当中啊不是那么纯，存在一些错误数据啊，或者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数据的情况下，咱们神经网络啊为了去拟合这样的数据啊，会把咱们神经网络的模型啊嗯造得非常复杂。其实呢，大家看、啊，神经网络直接这样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它为了拟合这个点，它放它是造了多大代价？造了这么大代价，哎，认为这些点呢也都是属于圈圈的，所以说它犯了一个叫做过拟合的错误啊，也就是说。 嗯，咱们现在的神经网络在训练数据集上会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测试数据集上就不见得表现很好了。比如说这块，我有一个问号，哎，这个点，那么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啊，其实它离这个叉叉更近一些吧，也就是说它是叉叉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但是呢，神经网络肯定会说它是圆圈的，因为这块有这样一个点，使得咱们神经网络、啊、为了它多走了这么多东西吧。也就是说呢，咱们神经网络啊会存在一些过拟合的现象啊，这个也是。 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小的不能说小的弊端吧，是咱们经常面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啊，就是给大家啊简单的对比一下，咱们线性分类呢跟神经网络的一个区别。那么可以感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到，咱们神经网络还是非常强大的吧。